央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止到今年的十一月底，中国黄金储备是五千六百零五万盎司，折合一千七百四十三吨，比十月底增加了六十七万盎司，折合二十一吨。我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在增持了，推动我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。